姥姥，我在你家算待不下去了，连蛋糕也吃不到嘴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姥姥给你做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就你要能做得出来，隔壁的公鸡都能下蛋。臭小子，我看你是一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姥姥，这笼中啥都没有，你能做得出来吗？你小子瞧好了，姥姥今天用酸奶给你做的蛋糕。别吹牛了，酸奶还能做蛋糕？姥姥，我看你这就是摊大饼。急什么？还没做好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姥姥，这大饼怎么五颜六色的？还有这样做蛋糕的？那是长知识了吧？做起来更好看了。姥姥，你这什么蛋糕啊？好好看啊！这叫酸奶千层蛋糕，你没吃过吧？好想吃啊！我去找姐姐了。哇，姥姥，你这蛋糕好好看呐、啊！来，雅雅尝一下什么味道？好。这好浓的奶香味啊，酸甜甜的，好好吃，我也想学。那可不简单，这是姥姥在拼多多买的整整食品，想吃姥姥还给你做。姥姥真好，现在点击视频下方链接，打开拼多多搜索2828，就能1块钱领取一整箱阿慕希酸奶的活动了。好喝又便宜，不抢白不抢，赶紧点点点。